寒冰儿啊，推咬杀我的小蜘蛛，给了他五块钱，躲一下 W 技能啊，来推，谢谢浪客，不需要抱抱，先插个眼啊，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要参与可以参与一下啊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先吃个药啊，推，为什么升的这么慢呢，点点盐，我有飞，我起飞了，谢谢迷的办卡，还剩四十秒啊，一张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中，推，别急啊，可以反打，我们有起飞，不怕，咬，推，可以杀，可以杀，这寒冰可以杀，我马上一好啊，还剩十秒啊，兄弟们，最后的十秒钟，我的人头不错，恭喜波迪003043。我收一个兵回家，走吧，努努，先来个这个啊，算了，先来一双法师之靴，加点法穿，正好还能出个小药，你也等钱呢，巧了，我也等呢，蜘蛛就得跑得快，这个英雄必须得跑得快，告诉努努继续来下，我们这边还可以杀，这个位置好像有眼，我先扫一下啊，好，有眼没关系，哎哎，这满猴来中 WQ 平 A 啊，咬，我能起飞你能吗，小伙子，来来来来来，往下走，往下走，中，努努别上了，努努努努让人卡位了，哎呀，努努，先变回蜘蛛形态啊，别打，一打不了，咬，别怕，致命点炎，起飞，降落 A 一下，闪现走，别 A 着我啊，在 ADC 是真他娘的菜，这 ADC 还得我杀，我是实在是没想到，兄弟，我先来个发电机吧，上路帮他越波塔，一打不了接 Q 咬，得了，
哎，对，踩它。二，一，动。别急啊，我们别扛。好，让别人扛，这我们不能扛了啊。杀完上路，我们再去趟中路看一眼。中路帮他试一波啊，先等一等，先等一等，先等一等，别着急。再往前一点，这维克托再不往前一点，我们杀不了。等他再往前一点。狐狸的 Q 五秒左右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上。往回忆，他指定走位。杀完回家。我怎么变成打野了呢？努努去打龙去了。回下路 ADC 也溜了，下波可以杀他们家下路。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，兄弟来捆住。哎，这没捆住，这不应该呀。先杀这 ADC， 我们跳过来杀婉豪 A 接一个咬吹波扣，插个眼儿。应该婉豪有红，把他红打了，然后过来蹲一波，中。再插个眼儿，杀小法师来，中，哎，没中无所谓，我起飞，拆下塔，回中路看一眼啊，给他们压力，即使杀不了他，给他压力也是好的，看吗？不杀了，那我们去杀寒冰呢，正好小法师跟寒冰是分开死的，知道吧？我得一走了，这不行了。假装走了，其实不严。这边看看小法师回不回来啊？嗯，不回来，不回来算了。反正这里没有眼儿，也不着急，在这等着，就在这等着，看他过不过来啊？我估计他肯定得忍不住能过来。哎，这努努就别上了啊！没有眼儿，这里没有眼儿，去波中路。哎，可以，中路杀了。W 一手，假装杀小法，其实捆这个艾瑟 Q 一下，开始咬，跑了。别着急啊，堵他们，这两个人已经分开了，先吐一口 W 一下，一中，你干啥呢？你还回来？你回来干嘛？回家出装备去，把我们的暗夜收割者给他除了。出完以后，美甲的窃魂卷。
你要杀维克托？应该死了吧？哎，咬死！哎，你先推啊，等 AD 推，推一半了，我们过来把寒冰杀了。来，往哪走？先 W 放 Q， 咬死！我都不E了，这里插个眼儿，这里再插个眼儿，这里再插个眼儿，差不多了。来，中路赶他一波。哎，这都可以，兄弟，这个 E 都能中，确实是行啊。我将为他们展示通向神境的方式。下路已经没有人敢来了，我们往这儿一站，上面来人被我捆，下面来人被我捆，只要让我捆就是死。好，来了。我们一甲窃魂卷不能丢，吐一口走，不打了。哎，这波不一定能打得死，没有电刑啊，他滋了我们没关系。我走了，秒完就撤，起飞。石头人回家上当了，等一下寒冰，把眼打了，投降了，简简单单辅助一把，嗯，给你们结个账。